讲的双环一套十字三，这一个力圈一个横圈，那么在应用的时候呢，是将什么，是用你的意识，还是强调这一个特殊的心理训练的方法控制这一个气圈，这两个圈旋转45度啊，那么这应用起来的时候呢，那么就产生领旋的作用了啊，稍微注意一点啊，请进行答。那你看旋，这是开始就旋了，这是开始就旋了。但是身上呢，这个圈的变化，你旋转是45度，其实呢，在真正的应用当中呢，是度数越小，对方越听不见，速度越快越巧。所以你只要结束之后轻轻一转，对方就不知道了。你看节奏呢，就是这么轻轻的一转他就跑了，你看啊，基本上呢不是外形，是翼转啊，这是翼转，反过来啊，这是翼上面的转控制这个内在汽车的转，那么这是变化好了。